点那些杀人诛心名场面。你最近眼神是不是不太好？对啊，我给你配了一副眼镜，你戴上试试。真的吗？我戴上试试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清楚了。你谁啊？什么谁啊？清不清楚？哎呦我的妈！分手吧。给我吃一口吧。真。你干什么？你有病吧？啊？吃什么吃啊？吃！丢了。我要感谢我当时上海那个前女友，她一直每天逼我买房子。后来我就跟他去浦东看了一套房子，那个地方叫陆家嘴啦，哎，长得应该不止十倍了。真的是前女友。安导哥最近好吗？怎么办？这我也开不出去呀、啊。你这样，你把手套拿起来。啊？拿起来，挂矿的，打开雨刷器，把玻璃降下来，头伸出去，多伸一点，让他看到。哎呦我的妈！为了你的另一半，用太多的精力，因为上天自有安排。你也没劲，装啥呀？你是一只飞鸟，飞上我的树梢，从此。我他妈在钓鱼，你多少对我有点不尊重啦、啊！我在钓鱼，他跑过来了。你妈的，要调戏我啥？今天我在钓鱼。刚才在 QQ 上给我推了个群，就只有处理人才能加进去。进群之前，他还得检查抽不抽。但是我进群了，他们让我当群主了，他们。大陆快递这太慢了吧，三天才送到哦。正常时效都是三天左右到、哦。台湾一天就可以送到了好吗？你台湾才多大呀？你台湾，你今天你买快递，我骑个电动车，我晚上给送家去了。妈，我们班同学都说我五官长得特别平。你小时候爱趴着睡觉。你咋不把我翻过来呢？那你不是凌晨两点时候出生的吗？哦，凌晨两点出生就爱趴着睡觉啊。凌晨两点是丑时，丑。我把你翻过来，我看着你，我害怕呀！哎呦我的妈！我操！我先说，微信要找人表白去。